The World Fujian Youth Feder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Incorporated welcomes gues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laysia.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欢迎来自美国与马来西亚嘉宾来访。2023年8月20号下午3时，美国南加州福建同乡会常务副会长肖玉军、马来西亚厦门总商会、马来西亚七幸运星有限公司、幸福海鲜进出口商有限公司、幸福直播平台董事詹国祥、马来西亚福海金海产有限公司董事黄孝凤等一行6人，莅临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受到联席会长龚金超、荣誉会长黄厚东、名誉顾问王永贵、常务副会长王明渠、副会长陈松林、施仰天、副监事长徐子清、吴金华、施仰潘、施珍娜、高黛怡、常务委员许天赐、施尚晓、许新龙、翁嘉兴、庄平平、宣传主任曾金龙、文艺委员施秀辣、叶文平、吴安娜、蔡燕青、办公主任陈珍妮的热烈欢迎，大家欢聚一堂，进行友好座谈交流。龚金超联席会长在致欢迎词时详细介绍了世青会菲律宾联会的基本概况及所积极参与的各项慈善活动。世青会菲律宾联会是一个具有文化层次的菲律宾年轻人新生社团，对祖国家乡都抱有浓烈的根底情结，致力于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推动非中两国经济贸易的交流和合作。肖玉军向世青会同仁详细介绍了美国南加州福建同乡会的成立初衷、服务宗旨及历年所做的公益慈善，为在外打拼的家乡人民所做的贡献。詹国祥对世青会菲律宾联会所做的公益慈善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的交流与世青会建立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互帮互助，共用商机，共谋发展。此次座谈交流会由宣传主任曾金龙主持。座谈会后，世青会菲律宾联会向对方赠送纪念品，双方合影留念。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